好像那一朵花，谁见么谁不夸，好人夸咱没用，只要我的冤家有时有气他，有时又恨他，为什么朋友爱他，手在那背上上茶，心里七上八下，为了去回冤家，去回冤家，去回冤家。哎呀，走了半天呢，可到了淡水河边呢。对了，往那边走呢是中心大桥，还要拐个弯，怪麻烦的。干脆呀，我去从这边走，叫个渡船，让他给我渡过去不就得了吗？嗯，对，就这个主意了，让我来叫一叫啊。喂，嘿，大伯啊。哎，人老了就人老了，人老先从哪哈老，人老先从头发上老，白的头发多就黑的头发少。哎，一大早就有人来鸡毛子喊叫的，谁在叫啊？哎呀，这个老先生呵呵，高嘴呀高嘴呀、啊、喂，你好啊老伯伯啊。你讲什么？嗯，我是在问你一声好。哎，我年纪大了，你讲话声音稍微大声点啊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好，老伯伯，我是在问你一声好。哦，你问我吃饱没吃饱啊？哎，吃饱了，刚才喝了两碗豆浆，吃了三套烧饼油条，吃饱了。哎呦，谁管你吃饱不吃饱？不是的，你听错了，老伯伯，我是在问你好。哦，你问我洗澡没洗澡啊？我们摆渡完了以后，多半都跳到水里边洗个凉水澡，洗过了，洗过了。哎呀，不是的，你搞拧了。哎呀，我看你八成你耳朵大还听不见。嗯，让我再大声一点。哎，老伯伯，我是在问你的耳朵，听不听得见呐、啊？哎，你搞错了，这里是台北市，不是台北县，你搞错了啊！你才搞错了呢！哎呀，不是市而县的，老先生，我是在问你的耳朵，还听不听得见？哦，你要找针跟线呐、啊？我们这儿没有，你回家去拿去哈、啊！哎呀，气死我了！哎呀，不是的。你的耳朵真的、啊、是不是有点聋啊？你耳朵坏了、是不是有点聋啊？哦，你要到高雄啊？我坐我们那个渡船是没有办法去啊，你坐火车去好了啊。啊，有的越扯越远呐、啊。不是的，老先生 啊，我是说你的耳朵是不是有点聋啊？哦，你要到基隆啊？哎、那我这个村也没有办法去啊。不对不对、我是说你的耳朵是不是有点背？你讲什么？问你的耳朵是不是有点背？哦，你问我晚上到哪儿睡呀、啊？到你们家去睡啊？哎呦，你会占便宜啊？到你家里去睡啊？到我家睡干嘛呀？哎呀，这个老先生怎么回事呢？我是说你的耳朵是不是有点背？哦，问了半天你要找一个队呀、啊？我们前边是宪兵队，后边是消防队，左边是刑警队，右边是康乐队，你找哪个队呀、我找那么多队干什么呀？我，哎呀，越扯越远呐、老先生啊！我是说你的耳朵是不是有点背？哦，问了半天你问我盖的那床太空被呀、或者前几天你拿去当了吗？你才拿去当了，没出息的。哎呦，急死我了，老先生，你是不是真的听不清呢？别扯了，你真的听不清是不是？哦，你问了半天你找阿英呢、阿英住在东村啊。
哎呀，不是的，怎么回事嘛？我怎么碰到你呢？你耳朵真的听不清呢？哎呀，扯了半天，我都累了，我的爸爸。哎，什么？你哎什么？你哎呀？你叫我爸爸还有听不见的吗？好啊，原来你是占我便宜啊！说了半天，原来你是装聋，故意听不见，要占人家便宜的，不来了。哎，你不要生气，小姑娘。我问问你，你是从哪儿来，要往哪儿去呀？喏，你没有看到姑娘我从这儿来，要往那儿去呢？哦，原来你是东村的。哎，那好，你今天坐我的渡船，我要有一个小小的请求。哟，干嘛呀？坐你的渡船还有规矩的？哎，你坐我的船，你要告诉我你姓什么叫什么，我就送你过去。这谁立的规矩啊？我立的规矩啊。算了吧，坐你的船，给你钱不就得了吗？给钱我不要。还要问人家姓什么叫什么？哎，不来，我不坐你的可以了吧？那你叫别人的船吧。哼，姑娘，我再叫别条船一样。哎，太大杯啊，阿五宝。告诉你，小姑娘，你不要叫，叫破了嗓子都没有用。告诉你，这条河里边就我那么一条船。奇怪，叫了半天。本人在内政部申请专利，除了我这一条船，没有第二条船在这儿摆渡啊。是啊，我怎么叫了半天，怎么没看到一个影子？就你这条船啊？什么？就你这条船？哎，就我这一条船。真倒霉，碰上你了。还非要人家问人家姓什么叫什么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嘛？不干什么。好吧，告诉你也无妨，哼，我也不怕你。等等听哦，嗯，莫惊哦，嗯嗯嗯，本姑娘啊，就是恁土灰啊阿娘。哦，说了半天，你就是东村的桃花呀？哎，听讲你的歌唱的不错啊，今天坐船坐我的船，干嘛？好，我要跟你比一比。哟，你跟我比呀、啊？哎，你跟我比什么呀你？你比唱歌啊？比唱歌？哎，哟，算了吧，你年纪那么大了，真的，你唱得过我？哎，这不一定呢。哼，好吧，既然你兴趣这么大，少啰嗦。这样好，姑娘，我陪你唱几首，你先让我上了船，咱们一路划一边唱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让老汉给你打了扶手，你上来吧。嗯。好吧，现在这样就表示已经上船了啊。好，那么，铁道贝啊，嗯，你说要跟我唱，咱们到底唱什么呢？那咱们就这样唱吧啊，嗯、咱们就唱春夏秋冬四季以桃花过渡的调子，谁要接不上来，谁就算输了啊。就这么决定，就这么决定。好，好，那么你唱吧，开船呐、啊！